碗热气腾腾的早餐，过热气腾腾的生活。祝大家今年蒸蒸日上，早安。早上好，天气暖和了，我们也该忙了。早起锻炼，自律成就更好的自己。早安。我的人生词典里没有躺平这个词。不断突破，不断前进，每一次登场都全力做到最好。想要一下子飞跃很难，那就每天进步一点点。早安。执行力强是一个人了不起的才华。愿你心中有光，温暖明亮。早安。不断精进，勇往直前，你终会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追梦的人放心出发，奔赴未来的路上有我们守护。早安，为了中国。永远做好准备，愿您永远平平安安。早安，中国。也希望更多年轻人都能够脚踏实地，干一行爱一行，成长为大国工匠。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，可能生活中只用到了10%，那90%就是用来在别人都说不行的时候，你可以勇敢地说我行。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。我们的目标很宏伟，也很朴素，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，让大家心情愉快，人生出彩，梦想成真。早安，我的中国。下一站前方。早安，中国。早安，我的中国。